安怎？我明明搁厨房，啊，甲葱啊，话做好几暝葱啊，为虾米到即摆拢还袂换？阿刚仔，咱毋是已经甲阿好进签约啊？为虾米到今拢还袂开始进暝葱啊？王妈，李少爷。 鼎灶的帮务工课，你更真内行啦。不过哦，这煮食的工课，我敢讲啦，我这专业的徒子吼，比你较有经验啦。而且啊，你应该袂晓煮食吼。我会晓煮食，是袂晓煮食，这甲你是毋是外场啊，有啥物关系啊？你一个袂晓煮食的少年人，只是去宜兰耍一逝，啊，看到一个孤单人种的葱啊，东京生发作家种的葱全部买来，你敢不知影你安尼做会造成阮餐饮部的麻烦？你莫有白讲哦。 阿好，这么长啊，品质足好个啊！我才不是可能个啊，才甲伊买长啊。而且我长个代志，当属对我已经同意啊。这个高少个是毋是食饱是毋是？啊，竟然关起厨房进货个代志。拄只哦，伊来餐厅食饭，发现哦，我无用伊指定个三星葱，马上来问我是安怎无进货呢？是，我当然是有找理由应付伊啊。 我是惊哦，伊对这发现哦，这厨房进货有问题啦。竟然咧背后安尼变鬼变怪，伊是啥？我怪啊！我拄则安尼想，拢想无，为虾米我对阿刚在讲话，伊有听到，当作无听到同款？原来是安尼啊！ 小小的吼，你嘛是真正足无面子。啊，讲安怎讲，你嘛是真根本点的李少爷。啊，否则阿刚生咧呛声。唉，伊安尼做嘛真正是足超过。好啦，别个生气啊。这个代志哦，真正足严重的，唔知影敢有牵连到其他部门。我讲，我打电话马上甲阿爸报告。哎，小蛋姐啊。安怎？我唔是有甲你讲过，阿刚生伊敲电话给另外一个人。 啊，咱即马若真正要抓，唔对啊抓，后壁迄个总经理才对。对。啊，假使讲哦，即边若是搞个迄个歹人安尼选去，啊，到时阵咱唔够陈秋文无选迄个同款，啊，到时阵恁爸搞会，你嘛去用嘛个臭头。对。咱即个一定要甲迄个总经理聊。我等一下一定有性命保的，啊，万一真正发生什么状况，你免管，你做你做啊。我敢毋是这样啦。 咱两个是好兄弟嘞，我变老可能甲你一个人帮你做我走。咱人唔是好兄弟，咱应该是。好啊，对不对？好嘛子，卖计较，哎呀嘛。嘛子，我讲嘛子嘞。屁大，让你走啊！你想用停了，你创啊，就听。收起来，我袂跟你打卡。 今晚什么时阵啊？搁在想打卡？伊唔知影最近阮姐啊，甲我定条条，我也是上班下班无打卡，阮姐啊一定搁认为哦，我走去都会魔鬼啊。吼，真是打个歹去嘞！今晚人群中甲一半，啊，真无简单才会找到迄总经理，啊，你今晚要等去饭店打卡？啊，老板，啊，是，你今晚伫倒？啊，我伫无闲啦，什么代志？ 下班时间要到啊，该当忙你替我打卡。你去上班啊？你今麦伫倒一间酒店啊？你若想小倩知影，你就告伊咪。无啦，哥，我毋是哦，走去佚佗啦，我是来做侦探的啦。啊？你讲啥？你搁咧比啥物出头？你讲话那样细声？我来掠公司的内奸啦。